黄埔花园细户，松动聚天伦。黄埔花园实用400多尺嘅单位，只有一对年长嘅夫妇居住。考虑到儿孙嚟探佢哋嗰阵，想有足够嘅空间共聚天伦。厨房拆墙扩建，改为开放式嘅设计，延伸出嚟嘅工作台面同餐台合拼，令到厨房同饭厅连成一体。餐台部分台面隐藏喺工作台下面，多人食饭嗰阵就可以轻易拉出成为大台，设计尽用每寸空间。为咗更加尽用呢个台底嘅凹位，增设一组3层柜桶用嚟储物。而家屋企嘅地方咧系之前嘅洗手间嚟嘅，咁而家我哋将个饭厅同客厅拉直咗之后咧，就起咗一埲 brick wall。咁而我哋将饭厅同房嘅分隔咧，我哋加咗好大嘅趟门喺度。400多尺嘅迷你单位都可以腾出空间整咗个储物房，放咗喺电视墙后面，可以放到唔少杂物噶。客厅窗边做咗个假窗台，上面铺枯笋当凳坐，下面咧就系大型嘅储物柜桶。两房合二为一，扩大咗房间嘅空间，可以放到超过6尺嘅大衣柜。又用磨砂玻璃分间出私人空间，摆放一组子母床俾房客瞓。